我是好大一张脸，包装策划能力有限公司的负责人，我的名字叫宋晓峰啊。这个本公司的业务就是为你找面，为你包装。那么今天为包装这二位不是别人，正是我姐和我姐夫。包装的妙不妙，主要看疗效。那么闲少句，有请这位新人闪亮登场。好，完美。小峰啊，你给我俩整的这个假貂可真不太真呐！啊，啪啪掉毛啊，嗷嗷起静电呐，这太磕碜了。你看这毛掉的，那貂是让你俩穿的，不是让你薅的呀。不是，我倒能勉强磕碜，你看给你姐垫的跟条藏獒似的。你好，你跟那杜宾似的。来，哈尔奇，你给我俩评评理，我俩谁磕碜？快，你说，能不能不闹了？人家好不容易开家公司，能不能给予支持呢？那架不住你一年开40多家公司，我跟你姐夫有点支持不起了。你这回这公司又是干啥的？这回公司啊，是一家面子公司啊，主要是为你们量身打造的，就是为了给你们撑撑场面，提高下企业形象。你俩不是说一会儿镇里有记者过来采访吗？对对对，所以好好的咱得包装包装啊，这叫牌面。不是，我跟你姐，我俩就俩卖熟食的，这卖的稳当的挺好的，整啥牌面啊？你说你整那玩意儿干啥？你姐夫干得多好啊，现在也算是镇上的龙头企业了，那还有啥上升的空间吗？愚昧无知啊。我问姐夫，你做一个老爷们儿有没有梦想？我把你姐换了算梦想吗？那是梦想。换谁？换谁呀？你要啊？换我，换我。我问你们两口子，一年能卖多少箱熟食？哎呀，那可不少卖呀，能卖50多箱呢。才50多箱？集装箱。集中精力，你得往上整啊。啊，你最起码也得5万箱起呀。不那么一句话吗？心若在，梦就在，天地之间还有真爱，那呀。啥玩意儿？那呀？你啥你不明白？心若在，梦就在，天地之间还有真爱，难呀！哎呦我天，雷是的吗？我大弟弟唱的多好啊，你这啊！姐夫，如果你信我的，不是跟你吹，我不敢把你家的猪头肉铺满整个地球，最起码也得猪耳朵连着猪耳朵绕它3圈的呀。